天黑了，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们家儿子大概到了吧。这本来几个人吃饭的，今天晚上。还有孩子他爸爸嘛。哦，就三个人。还有我儿媳妇呀。哦，儿媳妇也在，多一双筷方便吗？方便，反正我儿子胃口大，我也多做了点菜。哎呦，这就是我家，到啦。你好，王子兰对吧？阿姨的，王子兰，啊，对的。哎呀，哇哇，有狗狗，有狗狗。哦，对，这是我们家狗狗。我是王子兰，今天是我们亲爱的来吃饭节目，我们碰到夏姐了。夏姐，然后说可以来你们家吃饭，那么方便吗？方便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参观一下吧，提提意见。 是刚刚装修好的房子，刚刚装修好，对，刚装修多久呢？差不多两三个月，跟刚刚那个民宿都一样。阿姨的风格还是要比较华丽。然后，哎，为什么有我们这个香港回归祖国的照片呢？对呀，这是我们家儿子的哦，幼儿园，因为你是。 1997年，对，7月1号，幼儿园毕业，校小学嘛，7岁上的小学嘛，香港回归的时候，你幼儿园，正好毕业，幼儿园毕业，正好进小学，香港回归的那年，我中学毕业，哦，也看不出还可以毕业了，啊，那我就知道年年纪了啊，还去踢球呢，对呀，代表中国青少年队，哇，你是运动型的，大家看了这么高大就是，哎。 小翁，你是把拳的吗？业余爱好吧，业余练过，喜欢。他就是，业余爱好吧，业余爱好吧。然后看一下，因为从小高，他的业余爱好，你看到吗？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喜欢他保护我。他喜欢我帅。哪里？怎么可能自己说出来呀？我觉得我帅也是我老婆说的，不可能是我自己说的，啊。